是真的吗？柯朗下午就要来签协议了。是。可是我昨晚已经找到真正的知情者了，那个李翔是个骗子。他是邓科放出来的毒饵，邓科在人事档案上做了手脚，知情者被编入了在职人员名单，其实他早就辞职了，现在在另一家会计师事务所上班。还不算笨得太离谱吗？我还以为你只是一个会半夜拿着花出去嗨的人呢，居然还能发现这是个骗局。 你早知道了，邓科会在下午2点半过来签合约，你要做的就是在我回来之前阻止他。我怎么阻止啊？那是你要考虑的问题。不是，这个点。 怎么还不回来？待会儿柯朗遥远的人要过来签约，把合同拿出来。邓总这边请。打算送到会议室啊？ 哥提前来了，你什么情况了？还要多久？李贺，我说过了，我不想再掺和到里头去，你跟我耗着也没用。再用刹车。 热熔胎，一个追求极致速度的人，不应该就这么走了吧？你从科朗药业离职之后，虽然找到了新工作，可是待遇根本不如从前。不如咱们俩比一场，你要是输了，你就跟我回去作证；你要是赢了，我帮你正大光明的回科朗。 我说你这人啊，有点意思。比吗？iQIYI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